你和我煮的区别就在这儿呢，就我说的一滴水都不加，听见没？吹牛逼吧，就不加水。等一下，但是十个厨师九个都不会做。今天我告诉你盐水大虾的正确煮法。首先看着没，锅里面啥也不加，就加上葱和姜啊、然后呢咱们放上大虾，最后一步咱们把盖儿一盖，开锅上气了之后大约在4-5分钟左右，这大虾就熟了啊。那样你煮出大虾嘎嘎嫩，嘎嘎好吃，嘎嘎入味儿，一会儿嘎嘎串烟。串什么烟呢？嘎嘎串烟，玩自带汤汁儿，知道不？那咋的，换盖了，换盆儿压的呀。这盖能盖住了吗？你不得盖盐了吗？不盖盐它能熟吗？你扣上我看看来。这你这不扣上了吗？扣挺好的。这不是靠这扣的吗？这咋扣吗？哎呀。别给我犟啊、我说的就煮盐水大虾就不放水、一滴水都不能放。就给你犟。犟吗？看着没，上气儿了，计时3-5分钟。啊、一水都不放，看着吧。你还别说，这么煮的大虾呀，还真挺鲜，营养还不流失。人才啊！